就是比如说我们同桌有十个人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当天会有一个桌长，就是原主那个桌的主持人就对了，不会让你在下午这样子，就是不会像那个举手花园那样子一人一炮，没有什么交集，没有什么共识，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就对了。